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捶捶后背，揉揉肩。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，你能不能你跟那个跟那，你看这就有，你跟爸爸妈妈说一声，你说我们都挺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等着你回来，好不好？妈妈要电话号码。不，妈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。啊！你喊爸爸妈妈，你喊爸爸妈妈，叫爸爸妈妈，是吗？是叫爸爸妈妈，叫一个。大山里的孩子吧，特别的渴求看到外面的世界，那我们就是从外面世界来的人，对他们来讲，所以我们力求我们能够让他们快乐。我觉得老人也挺伟大的，一是孩子，我觉得他们在内心上比我们的孩子都强大很多倍，一年见两次，见两天吧，见父亲。拜拜，心雨。谢谢，谢谢。